所以要来看的是这农业用水，这里欢迎的经济委员会针对着农业用水水资源利用的问题，有哪请相关部会修订报告，有哪有立未来指出，农业用的水库的水库的水只有占10%，不应该常常讲是农业的抢水，啊，有哪有立委在认为讲农业准落漏水的比率超过30%，啊，这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来声明讲，确实是应该爱提升效率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甲经济部长王美花，会再来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，分别报告农业水资源调度甲利用效率，阁有水资源调度的问题。针对外界质疑农业用水上多，国民党立委杨琼英指出，其实农业用水有66.1%为河川来，然后10%是为水库来。每一次缺水哦，都要甲咱停灌，水库里头的水只有10%。去用到农业用水，卖过港砍嘛？我们农民真的很可怜啦，吼！立委蔡碧如指出，农业灌溉准咯，漏水率有30%这么高，漏掉的水量达到30亿吨。主委陈吉仲表示，农业部门确实用67%的水，但真侪水最后会倒转去土地补助地下水。有关准咯漏水问题，要因地制宜来解决，但来推动更加有效率的灌溉方式。我们也乐意检讨，说看怎么来提升灌溉效率，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。面对欠水问题，部分管区有可能为甘马丁变成红丁，爱分开降水或者是定点降水。民进党立委陈定辉质询经济部长王美花，到底是对种行业会优先来实施停水的？部长王美花指出，应该是看区域，目前甘马石定河的地表中，阁有嘉南风险上高，其中阁是地表中阁较严峻。记者林周良雄台北报道。